家的状态就是人的心理状态，这是相通的。我有一个原则，是我不帮不丢东西的人服务。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他愿意断舍离。而且我觉得真的有的，如果没有在玩，真的可以送。他现在对家的想象跟我不是那么同步。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名目呢？太多了，那是签嘛，为什么求这个？对，他是最想要做最住的最舒服，我是住的最自然。什么叫做自然？你不要把心思放在这里，然后也不要受压力。可是我的想法就不一样，我的想法是说，我既然现在已经365天要住在这里，我就应该要符合我现在想要过的生活的样子。鞋柜里面，还有你的水瓶也没有放回去背包里面，那是太重了会掉下来。我叫廖星云，我创立了收纳幸福，然后我是台湾第一个到府的整理师，资历10年了。我不确定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市场，所以我就先从我身边的人开始做，然后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不停的在帮我身边的人收纳整理，几乎都是在云林这一带。接下来，因为我明天又要去收纳。所以我就要开始准备我明天要去收纳的东西。就会先把要带去的东西都一口一串串嘞。OK。Hello， 我有几箱东西，其实早就放在那里，一直没有丢弃。然后他今天就去看，他就说这个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丢掉？他就会又陷入这里了。那等一下再把这，只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的这个老公这很少用，还是很常用。他就是换季的衣服，其实他几乎也不太用了。对，可是老公东西不能乱丢，会抢劫啊！我本来这里是一台钢琴啊，后来清掉了。然后我那一台要丢掉，那一台我老公带回来，我说你放那。那什么？微波炉烤箱。然后我就说要丢掉，可是他带回来。超诡异的耶！真的。哎呀，不是放在那嘛，而且它很旧。哎呀，从头到尾没有用。我跟你讲，我儿子还配合他说啊，没关系，不影响我们。啊，他旁边那个呢？那个没有。啊，他头上那是什么？电风哦，这是电风。对。哇，后面也太大了吧？对，很大，就是乱七八糟。你家到底几平啊？我刚刚为了来这边开窗。我才发现他那里有养鱼，一个小时前而已。天哪，搞不好以后啊，他在这里养鸡鸡都长大，你也不知道。你这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发现呢，绝大多数至少有60%以上的东西，他们是完全不使用，而且是完全遗忘。就是我知道那里大概有什么，但是有什么不知道。请问一下，这本是什么？马拉松的宣传品啊，不用了，是不是？请问臭袜子可以丢吗？可以。好，这是内裤吗？内裤吗？天哪，对，是吗？天哪，对。妹妹，这里有一个好像是你的制服的裙子，你看一下，这是现在的吗？这个是妈妈之前买很多这种奇怪的小玩具。这是很小的小 baby 玩的吧？嗯，对呀。这是小鸡，这很可爱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刚最近讨论。这超欢迎，很久以前的。我这不用了啦。对啊。结缘，结缘。对，结缘。没有在玩的。啊，这不用了，你确定不用了就不用。这东西就不要。又把金边不知道什么。
我们是柯南，就是我们会从他的各种东西里面看到他的个性，或者是他的愿望，或者是他过去的轨迹。我刚刚不是说很看到很多民法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就想应该他们的家人里面有一个是有读这个的，然后但是后来没有继续，因为他可以把民法看得那么烂，他超认真的。是有点久了，所以那时候我还有时候还可以在家里玩电动。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，就没有玩，所以我把电脑都摆在那里，不说原本在那，然后你们前几天整理，那就把它拿出来，就把它装回去。装回去就想到以前惯的程式，把它更新一下。对不对？你的画画，再见。这是国中的，不是还有很有限，不是幼儿园。是，这个我有。对，对啊，怎么跟现在的好像哦？哎，我画的好不好？对啊，不会啊，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进步了，你才会觉得那时候丑。没有，那时候真的乱画。啊，我翻到我之前考的成绩啊。嗯，我那是为了考试嘛。第一天我真的写不出来，然后后来第二次考，隔了一年又去考，我考了六科。第四年要念的时候，被我妈妈讲，弟弟。都念得比你差，还是园区有工作？那你然后在家里，我那时听得蛮难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让你自己也回归到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物质都不是重点，而是你这一个命。我不是只有整理他们的环境，而是整理他们整个人生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改变了家的样貌，反而可以让他的心理的状态是变好的，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。来的美，你看那个有没有？它那个叶子啊，每一片叶子都在舞动的时候，然后透着那个天空的底啊，真的有够漂亮的。等你在台北，然后就是在。每一个城市很庸庸碌碌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觉得这一切真是太美好，步调慢才是王道。上课喽！